掏东违规，车灯也不开，口罩也不，你是刚下班啊？对，我刚下班。你在哭啊？没事没事。你没事吧？还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没有没有，我没事、啊。你报错了、啊，你拿证件给我了，好不好？我没有带证件，我不会跑、啊。你有没有喝酒啊？你是喝酒？没有没有，喝一点点而已。超重的，蛋姐，蛋，你先不要起了，你就酒驾你还起？蛋姐，你这样骑车很危险哎、欸。我说我没有闯红灯。你单手骑车，这样拿着手机啊？啊，你口罩嘞？超多违规，车灯也不开，口罩也不戴，啊，还骑车？你是刚下班啊？哈？刚下班吗？对，我刚下班。你做什么的、啊？你在哭哦？哈？你怎么了？没事没事。车子是你本人的吗？不是，我奶奶的。你奶奶的？你没事吧？没事。你还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没有没有，我没事、啊。来，你证件报一下。你报错了、啊。你拿证件给我了，好不好？我没有带证件。你没有带证件，你包包都没带啊？没有。叫什么名字？你通的，你知道吗？前辈通，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不会跑、啊。你有没有喝酒啊？你是喝酒？没有没有，喝一点点而已。超重的。好啦好啦。嗯。有，蛋姐，蛋，你先不要起了，你就酒驾，你还起？先下车。啊、我起过去。我把你起啦，先下来。你这不乖，你真的是哦，对你好声好气的。好啦。你喝多少啊？喝厚的。喝多少酒？我测了什么酒？所以该测的还是要测，好不好 ？OK， 那、啊、你要配合一点哦。好，那我很配合。然后我想处理的还是要处理。好，入口好不好？要不要？没有那么好，阿乐四一样测出来也是这样哎、欸。啊，这是你的权利啊，我们至少跟你喝水啊，对啊。来来来，吹气，吹气，你没有吹，你有吹。我有吹，我有吹，我有吹。本分局复兴派出所于110年10月4日早上7:05接获台南市永康区复兴路与富国路口有 A3 类交通事故，我们啊立即到场查处，并实施交通疏导。该件事故经查，系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复兴路由西往东方向行驶，途至上述路口不慎追撞同向行驶之自小客货车了致使自小客货车后保险杆受损无人受伤。那经我们现场人员经以酒测器测得阳性男子酒测值为已超过标准值0.25那另外自小客货车驾驶酒测值为零全案本案依公共危险罪依法调查侦办中。三立新闻网，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人生惊叹号，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
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及时新闻不漏接。